在溯源问题上，中方始终保持公开透明，同国际社会及时分享有关信息和数据。我们是迄今唯一多次邀请世界卫生组织国际专家组到本国开展新冠病毒溯源合作的国家。中国在溯源问题上分享的数据和研究成果最多，为全球的溯源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恰恰是美方，应该就国际社会对德特里克堡和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军事生物基地提出的疑问和关切作出回应。